脚出腿很深，嗯，就是大腿隔大腿，他可能是在这个左大腿膝盖上面一点，嗯，敷上了冰袋，有的时候膝盖顶一下那儿可能会很疼，缓解疼痛，嗯。没有接应，没有接应。而据说，哦，吉安，好的呀，4-0。哎呀，笑吉安，嗯，刚刚上两分钟的时间，嗯、对，小飞机就飞起来了。嗯、哎呦，招牌式的庆祝动作啊！嗯完胜4-0，这是在辽宁球迷的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啊！实际上是左中卫阿萨尼在对方半场边线处拿球的时候，没有队友来接应。嗯，那么这个没有接应在于哪儿呢？实际上，你看当时上港还是两个人形成包夹，那就是辽宁队应该能比上港跑得更多。嗯，但实际上队员呢，因为比分的原因，他放弃比赛，他没有奔跑。这球是吴磊送出的助攻。嗯。现在今天这场比赛的 MVP， 我觉得可能给吴磊会比较合适吧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。个人的话，孔卡今天有很多秀的这个东西，哎、很也很耀眼啊。而且他塞吴磊那个球，那难度确实很大。嗯。